很柔顺哎，你们看我以前的头发，毛躁，超级毛躁哎，超明显，超毛，免冲洗护发清爽款，吸一下头发，它真的完全吸收，非常清爽，真的都没有哎，真的不油哎，它推开的时候就整个呈现一个水凝状的感觉，因为这是朋友推荐我的，所以我一用就一试成主顾，因为它是一抹一吹，马上呈现那种很柔顺的感觉。泡过海，女生头发都干掉，对啊，整个就是很像死掉一样。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小法宝，它是很清爽的，很适合夏天用，尤其是去海岛。就是这罐，它用了头发会飞起来，很柔顺的大品牌出的免冲洗护发清爽款，哇，我知道那个牌子，它可以完全不用冲。你们看我以前的头发，毛也超明超毛，差很多。对，然后这个呢，它就是清爽款，它用起来是很清爽的质地，它挤出来的时候就很像一个凝露状，对，然后它推开的时候就整个呈现一个水凝状的感觉，它会整个水水的，非常非常好吸收。而且因为通常我都是湿发的时候用，所以可以让它湿湿的。因为它湿湿的时候就会更加乳化，那它会更好吸收。它干湿都可以用，哇，你干着抹啊？啊，干湿都能用，就非常方便，它很万用。那不就等于是起床头发很毛躁的时候，就急救一下，对，不用再洗了。对对，哎呦，不错哎。对，所以我出国都会分装一个小瓶的，可以给你们摸摸看，是不是很柔顺哎？吸一下头发，真的完全不油。那你可以放在你的鼻子上面。不不，那一定很油，真的不油哎。就是它真的完全吸收，非常清爽。真的都没有哎，你看抹还蛮多的。对啊，而且它干湿都能用。我平常就是想到就给它抹一下，尤其是然后就可以出门了。对，它吸收非常快，超级轻盈，你超级没有上了那种发油的感觉，但就是达到护发效果。而且它是一抹一吹，马上呈现那种很柔顺的感觉。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微米级的柔顺因子，所以它马上吸收进去之后，它就会整个非常的服帖，非常感觉就是全部吃进去。因为有些发油它感觉分子很大，就是你感觉用了，然后它就在表面，它就停在那，变一条一条的。对对对，但这个就是清爽款，但它清爽又可以达到护发效果，而且它很方便用，它干湿都能用，就几秒你就可以完成护发的步骤，很方便 ，CP 值超高的，而且他们。现在这个品牌，因为它是知名的大品牌嘛，他们不只是护发出了新的，他们连洗润系列都全部换新，哇！所以洗润系列也都超好用的，哇！它完全就是不只是油头救星，也是懒人救星。我觉得懒人救星很重要，因为像我现在是染头发，所以我很少洗头，我也是，可是一定要护，一定要护，不然不护的话会很干，所以真的再找一个没有很油腻的那种护发，尤其是免冲，对，超方便。但这个牌子呢，他们就是新推出了清爽款。一用下去就超级有感，整个呈现一个清爽柔顺的感觉，而且它的柔顺效果很持久，它一直都会很有光泽的样子，就这两个 hashtag 就太吸引我了，因为这是朋友推荐我的，所以我一用就一试成主顾，棒的推荐，谢谢大家，香喷喷，好东西，赞呢。